他自己是墙里面，那我找谁呢？我找你吗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会来帮我抓吗？自己来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知道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，你每个当下，你是不是都能够在一连串里面想到人生的课题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？你可以举一反三呢，你也可以未雨绸缪的看你究竟在哪儿。你不必到老年的时候才孤独哦，不必哦。你在年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干你老年会孤独的果报？这是你要未雨绸缪啊。你说导师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我觉得都很好，但我现在怎么知道呢？以前说养儿防老，现在这小孩长大到处跑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老年不知道他在不在我身边呢？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因此而防老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的身边因为有没有人，我会不会孤独啊？哎呀，导致我好烦哦！我现在越想，我越心越烦。有犯这种错误的举手，我看看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下次就不要问我太阳是什么颜色。哦，今天太阳是 blue。你知道以后犯这种事情，就要自己就是脑袋不能控制，你知道。太阳永远是光明面在那边等你，这是你要还是不要？是不是？你今天受教，你老早就已经把所有的精髓融入你的身心里、人生里、生活上。你今天不受教，你就会天天……我不是以前讲过吗？我每次看那个学员的讯息，LINE一打开，有些学员就是一直的阳光面，你看他写的心得也好。跟导师请安也好，就是阳光，就这学员没太大问题，他就是阳光。有些学员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上辈子不知道他扮演什么角色，这辈子就是天天看起来就是眼中不露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是回到那个李白还是白居易在作诗的那个年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喝了酒对影成三人。那叫做时间太多，啊，了悟成对影成三人，我还对影成五人呢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但重点是，人生要怎么样才会进步成长？因为今生难得，你已经得了，你要怎么样用有限的生命让自己早点醒来，早点面对你真正的精彩呈现？所以你怎么敢？这么样的大意，在看你人生中每秒的因果，是不是？